来到迈阿密耶，我和 Ricky Iglesias， 哇，哇，西班牙性男代表，一举一脱的神雕，不行，感觉是超冷，满满的紧，哇，超舒服的，对啊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，我。其实每次来宜兰这边呢，你不觉得就是要干嘛？就是度假的感觉。然后一定要泡温泉。对，一定要泡温泉。对啊，宜兰这边不泡温泉太可惜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外面？因为就是有个很无聊人类啊，他就坚持一定要在这边热身。对对对。那奇怪呢，我们好好的饭店度假，房间里面可以泡汤。对啊，其实房间泡汤。那其实房间里面可以泡汤以外，他这边外面也有这个女汤跟男汤啦，他有裸汤。跟可以穿泳衣泡的这种，就是大众池啊。对，它最里面是裸汤。主要是如果夏天到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游泳啦。但讲真的，我们真的一定要拍它吗？真的一定要吗？真的一定要吗？一定要看完吗？要拍我。那人家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迈阿密这边就是迈阿密，这边迈阿密的感觉。有没有像吗？你认真的，今天其实还是有点冷哎。不冷啊，很舒服。你看这个游泳池，这个野树，这个蓝天，这个明星，而且这边有龟山。迈阿密的 MV， 我们比较想看龟山岛哎。有没有？哇，哇 ，music music， 哇，哎，哇，你也会尴尬啊？有一点。没有音乐，你也会尴尬。音乐就很有 feel。哇哇哇，来到迈阿密耶，我和 Ricky Iglesias， 哇。哇，西班牙性男代表，一举一脱的神雕，哇，奶头，嘿嘿，等一下要泡温泉嘛，那先运动一下，台湾的 Michael Phelps， 泡温泉有什么好热身的？好的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要走喽，走吧，那我们可以泡温泉喽，啊 ，Ciao， 佩德罗。我感觉是超冷，这个也说很冷，真的很冰哎。哦，满满的景哎，这个景。其实这边一边的景啦，这里是浴室嘛，房间另外一边还有个景，它有个给你满满的大平台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出去看一下。但它的浴室，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嘛，来宜兰一定要泡温泉。对的。可是呢，来罗东啊，其实罗东温泉好像不多。对。就是饭店的话，好像是只有他们有。就是在房间里面可以直接泡温泉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房间泡温泉？要为什么要？刚那一出是先运动暖身，然后这里来放松的，因为这里有很棒的温泉加海盐的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在楼下运动了什么？就游泳，就两个。看傻眼。对啊。所以他在房间其实就可以泡温泉，而且他们蛮贴心的啦，就是说他一边是他们自己的自然温泉，好，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就是你可以加了之后，它有两池，然后另外一边加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加这种玫瑰盐。这个饭店里面有提供，对，它就会变成是海盐的温泉，然后在这边你也是有一个景可以看。哇，这是生活。其实我最爱来宜兰就是这种住这种温泉饭店，然后呢泡完温泉之后，就我们就都不出去吃了，我们就是买东西回来吃，咸酥鸡什么的乱买，然后就在房间看景，然后吃东西这样，蛮爽。这种房间干嘛出门？这里什么都有。真的。对呀、啊。而且它这个套房啊是星宇套房，它这一个房间有两张非常大的双人床，然后呢，你等于可以睡到一家四口，很好睡啊，或是两对朋友，就女生朋友来。它床很大。它床很大，所以它一个晚上的这个房间的定价是15,200。是人。对，然后一波一十。对，一波一十。就是你睡一个晚上，它会付一个餐点。对。对，那它楼下有一个好像非常棒的 buffet 吧。嗯。对。它有一个什么酒？它有一个酒吧嘛？还有星空酒吧在楼上。星空酒吧，它星空酒吧开到蛮晚的，到12点。对啊，对啊，适合家庭。对啊，夫妻跟两个小孩，这里小朋友也可以玩。还有，真的，阳台空间就够玩。它阳台也蛮大的。这个阳台哦，这个阳台富，很舒服哎。这里，我这个景，富，很舒服。真的，还可以做这个洋芋片，喝啤酒，看台湾最壮观的龟头。壮观。龟山岛在那边啊。龟山岛在那边。对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整个看，真大大的、满满的宜兰。对啊，而且它每一间都有像这样子的 view， 就跟平台啊。阳台。
的阳台，而且它地理位置其实也蛮好的，所以就大家可以有多一个参考。而且它房间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蛮雅致的，就我蛮喜欢这样的装潢，舒舒服服。最主要它床真的很大。对啊，你们两个男人去躺看看，感觉躺在这里好像躺在云朵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害怕、啊。真的很大，你看两个男生其实都超级足够的，超级够的那个空间，哇，超舒服的，对啊，你看我都可以这样子，我觉得真的很够躺，好干净哦，我好久没有这个干净的触感，我家的都软软的，超恶心，然后就是一个大房，一个电视，然后还可以在这边，你看他都已经帮你把桌子都备好，你可以在这边喝喝小酒，吃吃东西，对啊，买东西回来吃，对，买东西回来吃，然后有那个小孩的父母亲，就是小朋友放了洗澡水有没有？然后你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看他们玩水，这样多好，就是一个很适合亲子来的。那如果你只是一对情侣或是夫妻要来约会，其实也可以选他的励志套房，就比这边带小三坪，其实应该感受度不大，对，十五坪，然后一张大床，然后也一样有双汤屋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蛮，价钱就是这个的一半啦，就是7600了，对，所以有情趣很赞，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。谁摇谁到，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。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。